情故事，杨美玉，温暖音色，抚慰人心。声音听起来会有种抚慰性，其实蛮好听的。清新美声，陈玉莹不断进步，引吭高歌。你在柔的部分，你可以掌握得非常好。美声小王子陈其安紧追猛攻，势如破竹。你是你，是你，才让我如此的沉默。你的程度真的非常好。大军压境，卫冕者王冠剑如何全力反击？